寝四十五度，可不可以艾雅代表测试？一样的吗？乳头如果到食指的话，可能就是什么？就是 C 到 B， 这里面是 A， 然后 B C D， 小拇指是 A 嘛？对，你的乳头对应哪里？ C D， 看你乳头到哪里。那有些人需要两只，两个手掌 H 的嘛 ？H 哦 ，A B C D E 吧？对，这个 A 蛮准的，蛮准的。E 啊，然后尾的也是 E 啊。哦。现在怎么摸到？不好意思，看到。女性通常会透过软尺测量换算出罩杯大小，但近期就有网友分享一个既快速又准确的方式，引发热议。请问该方法是如何只用手就测出罩杯大小？用手就能测出？像比如说，做西餐的师傅，他会用虎口这里的肉。哦，看那个牛排的生熟度，哎，对，哦，对对，去按捏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举牌。这个，等一下，哎呦，林立，哎呦，车时，来，介绍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怎么用？等一下，这样子吗？会要往后飘吗？不是，这样子啦，这个是电影里面的情节，这样子啦，电影手伸出去啊，对，啊，风。啊，车速越快的话，罩杯越大，对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因为之前我们高中的时候，大家刚就是男生刚考到驾照，就很喜欢，就青春期的男生喜欢这样手伸出去说，哎，这是什么罩杯？我是从他们身上听到。这个不准。你开车的时候的速度，你不是用手在那里测风，你直接用右手。右手，小心前面，有副驾。那个电影叫做《前任攻略》。哦，对了，对了，《前任攻略》这位首长啊，好，正确答案是。身体前倾四十五度。可不可以艾雅代表测试？一样的吗？乳头如果到食指的话，可能就是什么？就是 C 到 B。这里面是 A， 然后 B C D。小拇指是 A 嘛？没有。对，你的乳头对应哪里？ D。看你乳头到哪里，那有些人需要两只，两个手掌 ，H 的嘛 ？H 哦 ，A B C D E 吧？对，这个 A 蛮准的，蛮准的。E 啊，然后尾的也是 E 啊。哦。现在怎么摸到？不好意思，看到。立马害羞哦。叫我们示范的。有准哦。差不多。哎，可是那个去那个我去内衣店的阿姨啊，他们都是快抽残的这样。来，我看一下，来你这样。嗯，来去拿那个那一排的，这样，它有空都有活嘞，手感很好。没有，它主要手感以外，它还看你有没有放 sponge。对，它测得出来 sponge。那你们都怎么量？我们一看就知道。他们用眼睛量，不用这种方法，不用，太简单。